好啦，步調就係最快啦！開邊外檔黑色帽嗰匹咧就江山玉龍啦，白色帽都唔慢、哦，十小精靈啊！裏邊攞到黃色帽嘅星輝黃嘅，中間粉藍帽就小獅牛刀啊，紅色帽就揾到成到五隻馬入晒鏡頭。一半路程啊，前面開邊外檔衝得最勁咧就江山玉龍拍住十小精靈啦，裏邊落到就三位星輝黃過終點啊。掟第二隻蛋集咧就係江山玉龍嘅拍第二名咧就係十小精靈，第三名就黃色帽嘅星輝黃啊，小獅牛刀第四揾到成到紅色帽嗰匹咧就包尾嘅。 好啦，見到咧，中外黨一對馬白色，冇咧就係十小精靈啊，外黨就係黑色帽嘅江山玉龍，紅色帽就揾到成島，後邊再見到粉藍帽呢筆咧就是小獅牛刀，呢筆係星輝王。